这个针路啊，你看，深度这个针路哈，如果行你个吼，哎，行不了就得去嘞。因为这道吼，啊，从你往这个那个村吼往江秀来讲吼，一条是去南，一个桥山的嘞，桥山去这个威武，去深度山也袂使嘞，那人厝直直行不了那个吼。啊，伊道口一条是南山的老道呢，你看到不？今日个这多秀这个可是老道来的，看到不？啊，伊到南山的呢，南山的这就是老道来，这是南山的。这呢是老乡很好，就是那人爱去的所在了嘞。你看我这个在新河，你看买到很老乡啊。伊这站路去这边是南山的，啊，行去啊，到到去啊，很南山的嘞，这那去行去哦。哇，这是南山的咯，咱来行这边去的。啊，这顶间这路是去桥的，袂使，这路是南山啦。这道呢，头先就是南山了，来路去啊。这我即久就来就坐南山看麦吼，你看老道内，你看到南山的嘞，有啊。这是南山的，你看到老道内啊，很路去就南山了咯。啊，别这个无路两百楼，路两百这楼梯路去啊，很南山的啦，哦。要行，你一讲你行一边去的是一个门在你弯家手就袂使的，也是去上多山咯。那这道往看来吼，就是这个入口哈，就是去老道来的了呢。你看，那看这里老道来了咯。哦，那么老道来 ，OK， 老道来，道来嘞。滴，也入去了老道来，这是很滴，也老道来的。嗯，滴了那老道来啊，那些老道来。刀刀来呢，开那刀哎，不就关枪？那还出那刀刀刀刀来的很多。啊，这是刀刀来有后背吧？你刚去那边是这去了，这刀刀来就是那爱做去啊，开那刀的吼，那边去做开那刀的。但是那你在人家去刀去吼，就是这什么刀路朋友哎，你看啊，小印度啊，我来掉了，这十二啊，我去做十六路了。那就十六路是到来到到来，哦，哦，两百，十六路就是最难了 ，OK OK， 拜拜拜拜，这条 OK， 拜拜。